哇，这真的是太猛啦！我还以为是挂机游戏耶，光牛版的打宝哦。他这一出来，我还以为他是那种又是那种放置挂机的，结果是打宝类型的。那这猛是每个人的光牛都不一样，而且他有一些哇，非常的有趣。这个还蛮好拍 short 的，每个人光牛都不一样。以光牛为题材的游戏啊，所以怎么办？所以我真的直接尖叫了这款。哇哈哈！哦，你看，太猛了！Refuse， 哇，还考我英文啊！带结石的神啊！那就三次了。我现在一直迫不及待看玩家，你看这个玩家真的很热闹，而且每只光牛都不大一样。非常有趣的。